这款呢是我们汇彩，汇彩电动压痕机。现在我给大家，操作片给你们大家看一下。这边是电源开关开起来，这个压痕呢，里面的压痕呢，它有粗细之分，这上面线有粗细之分。如果你要划虚线和粗线的话，都可以调节的。这边呢是划虚线的，可以就是像票据那种可以揭掉的。我现在走一张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就是压出来的痕。这台机器呢操作方便，速度比较快。